太难可以过啊，没事，不难，这个不难，其实画三个圆，三个圆挨着，挨是怎么挨着？什么位置关系？最上面一个圆，然后再接着在两边左右左右各一个圆，在它下方。醒哥，你画的有点太朝上了，就是画反了。你不要往上扒拉一下，是这个醒哥，算没事没事。不，你告诉我第一个圆画成什么位置？画在最上面一个圆，然后在它的左右下方各两个圆。左右下方是45度吗？45度，各两个圆。OK， 小一点，醒哥，小一点，小圆，然后左右下方各两个小圆，和它同等的小圆。哥，你不是说你会画画吗？不是，他这个我这个太干了，这个太干了。哥，那个三个头。三个头，大哥，下一个吧。三个头，下一个。哎，这个好。先画一个圆，又是一个圆，在最上方画一个圆，小一点一个圆，然后在这个圆的下方直接画一个曲线。蛇龙，那个这。龙，不算哦，在这个头的上面画两个小圆，然后中间再画一条线，两个小圆中间画一条线。哎呀，有了！有了！蝌蚪，你刚才已经对了，我再给你加一笔啊。啊，对，是不是这意思？是这样的。眼镜蛇，眼镜蛇。快！就这个，你说我理解一下，朝着我画一个箭头，哎，这个可以，对着我一个箭头，猜呀，何广智，脱口秀演员，单身狗，继续。带刺玫瑰。啊，对。画一个半圆，醒哥，画一个半圆。方向呢？在水平中间一半往上，这个位置吗？啊，对。然后在半圆下面画3-4条弯曲的线。弯曲的线。对，5-6条也行。水母。先在正中间画一个三角形，小的三角形，对，然后在这个三角形的上方斜着画一条横线，45度吗？斜线，对，45度。直升机，跷跷板，对，哇，这么厉害吗？自从他带刺玫瑰之后，他渐入佳境了。景哥，那个在这块板的上半区，先画一个竖着的椭圆，对我，对吧？啊，对着你，再画8条曲线在下面，八条曲线，对。章鱼，哎，对了，哇，就画了一条你就猜对了，跟水母差不多，但是细一点，主要是他那个头形容的好。我们已经赢了，还用接着玩吗？现在？好，恭喜这个醒哥、王冕和广智获得了这一次挑战的胜利啊！